morning， 早上八点钟，欢迎收看我的 summer vlog。到宜兰，在海边，来到海边都有一种心里面的杂讯都会被海水吸收的感觉。我现在身上这一套牛仔的感觉，然后搭配一点很低调的小粉红色，觉得很可爱。我的玩具江江，这个滑板虽然在这里没有办法滑，但是非常适合拿来搭配。滑不了，放弃。我这次这个手肘呢，稍微往内靠，就会有一种曲线的感觉。对，脚上看地上，看后面，看海边，听一下。听海哦，接听海吗？听海哭的声音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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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背起到天明。现在在社子岛的嘻嘻哈哈滑水学校。看到后面很多的冲浪板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用这一类型的板子做快艇冲浪，就是呢会有一个船在前面造浪，然后后面就有我在那边咻咻咻咻咻咻，然后这是今天冲浪的造型。我们在练那个 wake surf 的时候，这就是可以训练你的重心前后移动，就是要放松，然后让你的脚去感受那个水的浪。摔下去其实还好，因为真的不会痛，偶尔可以跟那个鱼玩一下，撞一下 high five。 我们去采访我们今天的教练威利老师。 Hello， 威利，好久不见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由他来开船，等一下见了。OK， 现在准备开始那个成果发表会。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的板子 wake surf， 它有两种板子，一个是 skim， 然后一个是 surf。 surf 是会有浮力的厚的板子，然后 skim 是很扁的一个小板子，像你在滑一个木头，用一个木头在水面上滑行的感觉。那我这个呢就是介于他们两者中间，都可以体会到他们的好玩之处。嗨，这个是 Day Day，
他还会跟我一起冲浪，而且他很会游泳。